现在让我们来吃早餐，我刚刚已经先烤了一片。推荐推荐，各位，这就是格登坝的真面目，它是一个水坝，做成一个桥梁，让大家可以走。不知道我们那两个朋友是什么意思，已经准备要走那个大坝了，但是我们两个还楼梯上还不敢下去，好勇敢哦，我不行哎。好，我们先拍照一下。恐高圣路，大家真的是恐高圣路，而且我们现在是下雨天，特别让人家觉得胆战心惊。但其实站到这个平面道路上之后，比较没有那么可怕。最好的拍照角度呢，就是它身后的这个楼梯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先拍好照再下来。大家现在在狂风暴雨中在拍照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呢大概20分钟结束了这个行程。我们从市区开了2个半小时来，我们20分钟结束了，果然是效率旅行团啦，对不对？再给大家看一下大坝身影。来陶瓷，然后我们又要吃台湾料理。没错，我们再次来到我们那天吃的，我们两个的香肠。你喜欢粗一点但短的，还是粗一点？你先选。哇，难选。我们的牛肉面、高粉卤肉饭都出来喽。各位，我们来到我们塔斯旅程的最后一个景点，等博物馆。口红。我们来到了 Mona 博物馆，这里是什么？它是亿万富翁自己的私人收藏，然后它后来就开放给大家参观。我们现在在买票，是成人票，我们之前在网上是28，现在是30。我们的 Mona 一进来呢，你就必须要先走这个楼梯地道，一直往下。他一走进来就来一个让人家很惊艳的东西，这个水喷下来就是全部都是英文字母 ：Navin, Much, Scott, Watch, 2021。像美人鱼的世界，请问这是叶问的木桩吗？他应该在模仿我们小时候脑袋中的教室，一片空白。这是一个自杀系统。好臭哦！是死的那个机器鸡吧？好臭！天哪！好的，我们预留2个小时半要来看这个展览，结果我们1个小时就把它结束了。有趣的东西很多，但是对，可能是我们不懂艺术，不是艺术家，就是很稀奇啦。好了，现在两个在里面爬，不知道爬了多久。刚刚我跟舅舅在画30秒就爬到了，但两个的话可能要花1分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掌声欢迎他们两个咯。这也是我们真的塔斯的最后一个景点了，准备再狂客一下生蚝。狂客！我们选择一间我们目前唯一看到有卖 oyster 的，然后选择它有暖气的位置，没败哦。然后价格，这个风水还不错。我们要出发前往机场回墨尔本咯。来，大家跟这台陪伴我们7天的车子说再见咯，谢谢你哦。进机场就是要戴上口罩，我们现在防疫小尖兵们。
在刚上回程的飞机，准备要飞回墨尔本，然后今天的飞机有小小的 delay， 所以呢，我们应该会很晚回到墨尔本。然后很开心，这次来卡斯玩的第一天，虽然说天气很不如意，让我们很多点玩起来就是不是那么的好玩，但是呢，总而言之就是卡斯是一个看自然美景的好地方嘛。不过好不好玩，真的就看个人。然后这次的旅行大概就到这边了，公路旅行见喽，拜拜。好猛啊！